嗨，大家好，我是 Bonnie， 我是 Group Leader of Propnex Malaysia based in KK 这里。我在这个 Real Estate 行业已经有第五年头了，相信每一个人会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容易的行业，其实同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是不容易的，也是很艰辛的。我是凭着自力不断的学习跟不断的奋斗才有今天的成绩。我是从一个 full time 内科学得到今天是团队的领导人。我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选择了一个 Propnex Malaysia。 Propnex 其实是 based in 新加坡的一个总行。 Propnex 公司是一个 listed company， 在有20年的经验，然后我是想借着这个20年经验的平台和 platform 之下，能够带领我整个团队踏入另一个阶段。所以我在介入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发觉了，我不单止我的团队能够增强，然后我本身自己能够踏入另一个阶段，就是会突破自己。就比如说在这个 COVID-19 的三月的时候，Propnex 公司也是在安排一系列的激励课程或者是训练课程给我们每一位医政成员，就是让我们不要为了这个非常时期放下这个工作或者是 lost track 在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激公司一系列的安排，所以我在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也创下了一个很高的成绩。那么我就在一个月里面创下了一个 sales commission 将近200,000，我就 hit 了一个 top platinum achiever， at the same time 我也是拿下了 top project transactor 还有 top producer transactor for the whole Malaysia。 然后我是一个不断努力的人，也是一个不断在增值的人，所以我也不会说 hit 了这一个 platinum achiever 之后我就有一个借口就开始懒下来。其实我就在跟着再接再厉的，在七月跟八月我也在闯下了两次 Platinum Achiever。 所以我觉得我在短短的这个时间能够闯下了三次 Platinum Achiever 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在座的各位很想参与我们这个行业的话，你可以联系我，就在我以下的电话号码联系我可以。如果你要深入了解我们的公司，也可以WhatsApp 我或者是私聊我，在我的 Facebook page 都可以。然后我也是借此在这里要跟你们学一下我的成功的秘诀。其实我的成功的秘诀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每一天就是 self motivation， 就是很自律的把每一件事情办好。然后也是同时我也会助人为快乐之本。其实这个行业我不单只是可以找钱之外，我也是在帮助别人在找着他们的幸福的家，对吗？我相信没有每一个行业都能够在这个情况下不单只可以赚钱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相信大家会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其实我是从这个从一个心态就是帮助别人找寻他们要找的物质，成立一个很温馨的家之外，然后我也是才踏入这个行业的。我相信我有一个朋友是把我提醒了我，就是说既然你都在一直在帮我们朋友或者是亲戚他们在找房子的话，为什么我不踏入这个行业。我就是经过我这个朋友提醒了我，我就在5年前踏入了这个行业。所以我非常的谢谢我这位朋友。然后我也是要借此提醒大家，其实这个行业你说是很难，其实是看你以怎样的心态来经营。只要你把自己经营好，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增值自己，我相信只要你人生有一个目标的话，你往那个目标冲，你肯定会到你的目标。所以谢谢大家，再见。